有個問題咧，就我又覺得靚女又好慘。除了很多男仔覺得你哋好多人追之外咧，就唔敢埋身追你哋咧。就係嗰句説話咩咧？就係俗啲嚇，好多人都覺得波大就冇路嘅，因為你哋靚，你哋身材好咧，好多人好直接嘅就將我哋嘅注意力集中喺你哋嘅樣，喺你哋嘅身形，你哋嘅美態，而唔會用時間或者去忽略咗你嘅智慧。你有冇遇到咁嘅情況？有㗎，成日都會有㗎。我會覺得如果佢淨係留意我外表，佢唔會去再深入了解你嘅內在嘅話，我覺得呢啲人需要再同佢繼續有啲咩嘢嘅接觸咯。因為直接啲講，膚淺。因為我覺得你除咗要外表要吸引好之外，咁我覺得你都要即係喜歡一個人，你都會研究佢嘅內在噶嘛。咁佢連研究呢一個內在嘅心都冇嘅話，我覺得。多唔多你接觸的男士是真的咁膚淺咧？都少少啦。都有，因為我哋嘅工作或者我哋有時出席好多場合，有時未必有咁多機會俾咁多男士咁多時間去認識你。係。同埋實在真係好多人係咁膚淺，我坦誠咁講一句。係。因為我哋嘅工作係充斥住好多唔同嘅人。明白。我都是沒錯，是你會怎樣對付這些這樣那麼膚淺的人？我都很簡單的，都是可能他們 很有誠意過來拍照，就給了一張卡片給我們，或者我們會拍照片，我們都不會再直接真的找到卡片打給他的嘛。因為我們都我會害怕，因為陌生人我又不認識你，見到一次而已，我冇主動打俾你噶嘛，我又唔會直接俾電話，即係 even 佢問我攞聯絡電話，我都唔會俾，因為太危險啦，唔可以咁隨便去俾個電話號碼。嗱，男士咁就如果佢冇時間去睇下你有幾多智慧，你膚淺啦，覺得朋友啦，有啲真係朋友啦，有啲就未必能夠做真正嘅朋友。你多唔多朋友？好多。即係我 Facebook 都好多，你而家朋友好多，但係真心或者真係交往嘅就又唔多。你朋友你係點樣樣嘅？講下。我嘅朋友當然一定唔多啦，每個尤其是呢一個圈子㗎啦，咁唔係呢個圈子都會有啦。咁但係你話真真正正人生嘅難得知己，可能真係得一兩個啫。咁嗰一兩個 even 就算唔係成日打電話俾你，都明白你嘅，到時都。之後大家見面都不出聲，都有些無言，都會覺得是不需要的默契喺度。呢啲朋友係做嘢認識嘅變成知己的朋友，定係入行之前？入行之前。定係圈外嘅？入行之前識嘅，或者係有些係識於微，即係又係微識於微時嘅，呢啲係更加真嘅。點解？即係做嘢之後啲朋友嗱？做嘢係咪個心態改變咗？對一個普通人都好難做到真正嘅朋友咧。你會有時會都可能，我都會有時咁樣諗嘅，即係好可惜嘅，好似係。因為點解入咗行之後，係咪啲人對你，因為你嘅名氣啦、你嘅樣啦，知道你係邊個啦，或者係好多嘅原因先至好想去識你咯，先至可能你就可能要有咁長時間喺度。咁但係識於微時嘅。你大家都是小朋友啊，大家由細出到大，知道大家要識緊咁樣，先至做呢一個入咗呢一行行業，先至會變成咁大家。咁佢哋會更加了解你本身個人，先至可以決定。新嘅朋友好都會有嘅，咁但係真係我。很誠實。這個很多人都是這樣，因為做事始終堆保護自己，還沒有那麼緣分去大家去赤裸裸去面對大家。即如果大家真的朋友經歷過一些事又不同，譬如真的哇沉船啊，即真的要生老病死，那個友誼來得實際很多。有沒有一些朋友是你義不容辭，兩臂插刀都幫佢，你係咪咁有義氣嘅朋友？有，我係嘅。有啲咩需要幫手，隨時出聲。有呢啲朋友去同。你係可以去到幾盡幫呢啲朋友咧？因為我覺得你係一個都幾單純。如果一個好朋友需要幫助，你係會義無反嘅。
你去到幾盡？我去到幾盡啊？點算為之幾盡咧？譬如金錢上啦，體力範圍能夠容許之後，我絕對可以幫手。咁你對朋友好喎、啊，因為有啲人點都得，哎呀，即金錢上邊真係，因為啲人睇錢同埋友誼啦，點 friend 都借錢嘅真係唔得。係，我都試過喎，其實試過冇還到，咁我都都冇唔會叫佢還，因為其實好尷尬。你如果你叫佢還嘅話，咁你冇咗呢個朋友，你一係借俾佢，一係就冇咗呢個朋友。咁我都想，我又想去過咗呢一個困局，係啦。咁但我又唔想冇咗呢個，所以借俾佢其實都預咗係幫嘅，係啦。咁所以。